子曰：人生诚实。生吾女则的良辰吉日，倒真是合人心意。这里是巫女占卜之所，阴气甚重，陛下身系国运，不该贸然来此。你用金蝶传讯一个妄字，你要我忘掉什么？帝王之心当存四海天下，不该惦念的私心凡事便应尽早忘记。你可知道，王者王心，王心则死。你是要我放弃性命去忘掉一个人吗？上天已经为陛下选好大婚吉日，还望陛下能选立贤后，为大魏。上天什么都能算到，他能算到人心中的情吗？不该相逢的情，注定不能相守。这便是圣巫女的预测。是，圣巫女只为巫族而存在，只为辅佐大魏江山而存在。如今。只有圣巫女清晨，请陛下忘了从前的清晨吧。你叫我忘了你，你自己又能忘了我吗？清晨可以。看着我说。如今我是圣巫女，不能与皇家之人在一起，即便忘不掉也得忘。你要的答案上天已经给了答复，或许师父早就知道我圣巫女的身份，所以那日才会让我们离开。不过我早已替你做了决定。既然你选出了吉日，那我就在那天娶你为妻。我们的大婚，从向你许婚的那天起，我的心意从来没有变过。万万不可！朕是天子，规矩朕可以重新定。当天，朕就要立圣巫女为后。不，你不能违抗天命。